我是灯神，我可以满足你们三个愿望。好难选啊，还是你先来吧。我的愿望是成为一个高富帅。没问题。我想好了，我的愿望是成为……不好意思，你们的三个愿望已经许完了。我们不是才许了一个吗？他刚才许的愿望是高富帅，这不是三个愿望吗？好了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拜拜。不不。